大家好，今天想为您带来的是这个失落神庙，有这个虫族高手 Dimaga 对上了这个神族高手 Wyra。那 Wyra 最近很少看到他的 replay 释放，那这个是我去录像网站找的啊，replay 网站抓下来的，因为我很喜欢 Dimaga 这个玩家，很厉害。哇哦，提玛卡快攻，那这个是 ESL 杯的比赛哦，看一下提玛卡的快攻会怎么走呢？失落神庙地图适合快攻啊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距离非常的远哦，去，好，6D，直接乘150，不能做任何工兵。哦，Dimaga 手速非常非常的快，似乎可以做一只工兵，或者是，对，可以做一只6D，可以做一只啊，照这样子的钱来看的话，不过他似乎是另有打算。我看他 Ready 放哪里？Ready 放啊，他在这里，啊，要出去了。哇，他连 drone 都带出去了，Oh my god！可能可以再放一个水晶，啊，完全的堵住。要放 BG 吗？放 BF，放一个水晶，啊，堵住了。这时候 drone 已经到了，上不来，对，Vira 已经发现了。角色狂窜出来，这场比赛会是谁赢呢？我觉得到现在很难讲。下来一个水晶，啊，攻击的面不大，狂窜出来了，你们要给他 drone 回去了，会不会放 BC 呢？会放了，好，再叫一只狂战。可能会来得及哦，好也不错，Dimaga drone 又回来了，要拼这一波了啊，破了，这一波是一个混战控兵，双方控兵，只要能撑到这个光炮完成就可以了，哇，很快又出来一只狂战，哇，Dimaga 很快还能继续哦，外来的反应非常的快的。谢谢大家的收看。